MLB世界少棒赛是很多小小棒球员圆梦的地方。美国有一位12岁的少女 Stella Weaver， 她是这一届赛会唯一的女性球员。她很喜欢打棒球，甚至表现得比其他球员还要出色。她不但跟大谷一样也是二刀流，今天她还敲出本届第三支安打，创下美国女性球员在威廉波特最多安打的纪录。 在威廉波特少棒赛，这个小小棒球员发光发热的舞台，无论高矮胖瘦，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只要会打球，都是你的 show time。Good pitch, Weaver with a strikeout of Chang. She went back to the fastball. 在投手丘上绑着双马尾辫子，投球的专注眼神跟可爱的外形有些违和。她是代表美国田纳西州参赛的 Stella Weaver， 是这届 MLB 唯一的一位女球员，而且 Weaver 不只会投球，打击也是一流。 Off speed, hit hard on the ground. That's fielded by McShane. From his knees, she is safe. Great hustle from Stella Weaver to beat it out. 郝磊奋力地向前冲 ，Weaver 的拼劲不输给任何人。从1984年后 ，MLB 世界少棒赛每一届几乎都有女生参加。12岁的她不只是单纯的二刀流，台湾时间23号，她还敲出本届第三支安打，刷新美国女性球员在威廉波特最好的成绩。而这位小小女战士就是向这一位球星看齐。Your favorite player is Shohei Ohtani. Okay, how come? He pitches and he hits. 世界的奥塔尼不只用手套、球棒惊艳全世界，还能成为小球员学习的榜样。华视新闻陈义伟、林春佩报道。Hello， 我是郑慧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